Hello, my name is Evan Lowe on this Campbell City Council, and please support this wonderful station and the Asian and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Thank you very much.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 TVHS 1.9 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今天的《财智生活杂志》，我是 Frank Ho， 在我旁边是 Alan Chen， 我的搭档主持人，跟大家问候一下。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话题，这个不是财智哦，是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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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因为呢，这个话题很火热。是上个 weekend 啊，不，应该是讲我们录影的时间的上个周末，台湾。号称有200,000人的这个反核能发电的大游行，是的，号称200,000人。那游行如果是台湾的来的朋友，其实游行在台湾还蛮普遍的啦。不过200,000人，不管他，据说官方版本说台北是60,000啊，那200,000人也代表了一定的民意，是的。因为你如果有200,000人愿意走出来，那表示这个。隐性的人更多，是的，一定是这个样，所以也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那我们其实在上一期节目已经讲过了一些了，所以我现在讲的比较就是在跟 Alan 也有聊天，我一直讲说不要流落于口水之战，是的，到底是不是可以不要核能，我们先不要下定论说一定要核能或不要核能，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来决定台湾到底该不该有核能发电这个问题，何去何从？对，你的看法是什么？我这样子是这样子讲哈，就是说上次上一集呢，我们谈过这个有关核能哈，谈过核能的事情，那不错，还有蛮多观众朋友打电话来，那这问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的话，就是说核能除了核能以外，我们有什么选项？那能源的话究竟有哪些种哈，那这个问题的话就牵涉到，就是说蛮多这个观众朋友的话几乎是对这个能源方面的话很缺乏这种尝试。当然啊，我们只会用啊，我们并不觉得能源反正插头打开就有了嘛。是是是是，付电费多少嘛。是是是，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我想一想哈，就是说我们讲一些我们现在能源有哪几种啊？那能源的话是用什么形式的方向出现？然后呢，它好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这个非专业的帮你回答。好啊，我知道能源有风力发电，是，可是这是最近的，风力也不是到处都有。是，那核能发电是最多的，是，而且好像效率比较好，可是也是最为人所诟病的。是。煤炭发电是也很好，可是也很便宜，可是就污染太严重，是那个烟就不断的烧，整个区不管在哪发哪里就污染，是那个天空都有煤灰飘下来，非常正确。天然气发电是这个呢，跟天然气价格有关，美国就有很大的优秀的条件，因为美国天然气是全世界蕴含量最高的，没有错，它甚至还不大挖嘞，是它留在下面还没有在挖嘞，是。还有什么太阳能发电，可是在连太阳能屋顶我们都装得不大起劲了，更不要讲变成真正全部 rely on 它。还有什么？没什么啦。哇，我看 Frank 哈，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学到了。现在已经变成能源的专家，虽然不是说专家的话，可能已经70-80分了。我只知道它，可是利弊我就没那么清楚。OK。那基本上呢 ，Frank 刚才所讲的，就是说这些能源的话，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全部包含了。OK，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说讲比较，就是说稍微专业一点，但是就是最基础的一个专业了哈。是。那以美国来讲，我们先讲美国，因为对台湾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很多数据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得到哈。那美国的话，它有一个 DOE Department of Energy。对，能源部 DOE 能源部，但是台湾的话好像没有这个能源部哈，那所以这些资料的话，如果说你要去拿的话，
如果说网络上拿的话，不知道准不准确，所以我们先从美国谈起，然后谈回台湾哈。是，以美国的话，这个 DOE 它所公布的美国的人员的话哈，85%-88%的话，它这个叫做 fossil fuel 啊，85%-88%是什么 ？fossil fuel 这是原英文。这个中文的话就是、okay. 就是石化原料。Okay. 哦，石化原料的话，这里面的话含有三种哈、哦嗯。那第一种的话，我们最基本的话就是说煤矿。OK， 好、哦。那第二种的话，就是当然是一个天然气。煤矿、天然气。那第三种的话是 crude oil， 原油。原油，好、哦。那这个原油的话产生这个电，我们这个汽车的这种 gasoline 啊，还是这三种了。OK，、哦、那这三种来讲的话，就是说都可以。发电，那发电出来的话，发电它自己本身的话有很多副产品，哈、哦，这种石化这种产品的话，如果说一旦发电以后，它跟氧一配合起来，一烧起来以后，污染，它会产生污染，哈、哦，那污染的话是两种，那一种是水，那一种是空气，水没问题，空气是问题，都水也有问题，水污染也是问题，水污染当然我以为是干净的水，哦，没有，水有问题，然后水污染跟空气污染。通通都有问题，所以用油、用天然气，刚刚还有一个什么油跟天然气，还有煤炭。煤炭、油、天然气、煤炭所发的电都会产生空气跟水的污染，没有错。OK， 那现在呢，就是说，因为煤炭的话是最古老的，对不对？我们去挖也不需要费太多的精神，也不需要投资很多，所以煤炭的话基本上是蕴藏量是蛮多的，而且发电的这个比例也蛮好的，也蛮好的。唯一就是污染解决不了。对。那现在呢，就是说以煤炭来讲的话，它的污染的话分成好几个部分了哈。它除了烟灰出来了以后，烟灰的话它会产生这个空气的污染，有这种悬浮力，我们呼吸进去的话会致癌。这个中国的北部北京现在阴霾，那个空气污染到不行了，严重的不得了。这个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Okay， 好，很大的关系。那再来呢，就是说各位应该观众朋友应该听过一种东西叫做酸雨。酸雨哈、哦，那当在这个燃烧的时候呢，它产生酸的。如果说你上面的天气还是空气的话，如果说不是很晴朗的时候，它跑不上去，就浮在空中。那水汽又多的话，它就下雨就下来了，就酸了，酸头发就秃了。第一个头发秃哈、哦，第二个可能会造成生育的问题，第三个你所有的车子啊、建筑啊就变成黄黄的，啊，饮水也被污染了，饮水就污染。哦、OK。这个是有关这个煤炭方面的问题，才讲完煤炭啊，才讲完煤炭啊。那我们就是说，下一节的话，我们再谈这个其他的有关天然气啊，还是这个天然气、汽油方面的事情。汽油不用讲，我知道污染也很严重。是天然气我就比较不知道，天然气我的感觉好像少一点，比较少。我的感觉比较少。好，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啊，这个话题是蛮严肃的，跟民生是相关，可是。悬疑的地方是好像离你很远，可是又很近，因为你每天回家都要用电。你现在看我们的电视，你就要用电嘛，是对不对？是。马上进一段工商资讯，我们的电话是510-900-9066，我们的 email 是 money@tvhsusa.com， 欢迎有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随时打电话来，马上回来。老婆，你又在买股票了。老公，你有没有听过 INFI.BIZ？ 那是什么？在致富证券的网站，你可以找到各大银行新上市的 CD， 还有 IPO 新上市的债券。新上市的 IPO 的债券和 CD？ 怎样？你再也不能说我只会炒股票了吧？不愧是我的好老婆，还会分散投资风险呢。天灾人祸不可预测，千金难买早知道。你有保够了吗？我是 Farmers 保险经纪 Emily 刘。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您，是否考虑过您现在的保险金额真的够保护您心爱的家人与您努力赚来的资产吗？让我用多年的保险经验与知识为您提供三省服务，让您在保险上面可以省钱、省时、更省麻烦。请今天就致电510-366-2657，510-366-2657。
优必胜全新第二代合家欢高画质卡拉 OK 机震撼上市了。合家欢 BM2000 内建 2TB 硬碟，有32000多首歌曲，80%的原声原影歌曲，高画质1080的歌曲画面，以及 HDMI 的高清输出，给您唱得过瘾又开心。合家欢高画质卡拉 OK 伴唱机，让您听歌、学歌、飙歌都开心。详情请洽北加州总代理优唱国际，18669882679，18669882679。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煤炭的污染，那我们再讲第二个，就是用油的发电的污染，用烧油、烧汽油、烧原油来发电，那个什么污染，也是有悬浮物吧？这个当然都有悬浮物了哈。但不管任何的这种生化的这种材料哈，这个它的污染的话，大概含有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词，叫做 NOx，NOx，SOx。SOX， 那这些 SOX 的话就是硫、okay. ，N 的话就是氮，啊，硫跟氮的化合物的。那这些东西的话，相当的污染， okay. 而且对人体的身体的话会产生很多危害。是。那现在讲一个名词的话，大家是比较容易听得懂的一个名词，哈。我们把这种 crude oil 的话，我们变成一个汽油，原油变汽油，汽油去开车的时候，对，一个 mile 相当于产生一磅的二氧化碳，开一个 mile 有一磅的二氧化碳，一磅的二氧化碳。所以我刚刚从我们集合的地方来摄影棚录影，我们开了20个 mile， 我刚刚产生了20磅的二氧化碳的气体。Frank， 你这个你的车子的话比20磅还多 ，OK 啊、哦，因为你的车子是大车子大八缸的 ，OK 啊、哦，那20磅的话是 average。你把我的底都掀光了，我那要出去就被人家丢汽水瓶。OK， 所以更严重的更严重、啊、更严重、okay. 哦、如果说以你的车子来讲的话，我相信的话已经可能到25到30磅了 ，OK 啊、哦。那这个只是一个大约一个概念，那就是排到空气去了，空气中充满了二氧化碳，就是我们现在说要减碳，减碳减的就是这个，没有错。OK， 那你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些 LOX， 等一下，到底空气中有二氧化碳对我有什么问题吗？好，那我们现在二氧化碳有什么问题的话？对啊，就是说当你二氧化碳多的时候是，如果说你的整个 environment 不够让二氧化碳可以跑离这个大气层的时候，是这个就造成另外一个东西呢，叫做 global warming。全球的这个暖化，温室气体暖化。那温室气体暖化的话，我们今天不是这个主题，但是呢，就是说它因为暖化造成很多各种气候不正常的一个现象，不管是非常热、非常冷，还是暴雨，还是土石流，都不好，都不行。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所报道的任何一个天灾哈，这些实际上后面都是人祸产生的。因为这一百年，我们开始用这些现代化的能源在发电，进步太快了。这一百年以前，是我没错，100多年以前没有电的，对不对？没有电的。Okay. 好，那这我现在再举一个例子呢。如果说是5000年前，到100年前这个中间是啊、哦，它的温度变化的话，很 mild， 一度 F， 上下一度 F， 很少。但是从100年。到现在今天呢，听讲，它大概是有6度到10度 F 的这个升降，也就是说，人类在这个100年的败家的程度，这100年败家是过去4900年的六倍，再加上是一百年 visa 4900年，又是49倍，49倍乘以6倍，约莫3000倍，就是说我们暖化的程度在。等于是3000倍的速度在增加。你是我们是100年来讲。OK， 那如果说我们从20年到现在来讲，又更厉害了，又更厉害了。因为 OK， 好、哦，那因为科技进步太厉害，那这车子的话越做马力越大嘛，哈、哦。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当你一杯水还是一锅水放在这边哈、哦，一只青蛙丢在里面，放在炉子上去烧，你慢慢烧，不会，青蛙不会跳出来，不会跳。但是如果说你丢到滚烫的 水，它就跳了，它马上感觉哇热死了，它马上就跳出来。对对啊、哦，那我讲这个话什么目的呢？气候的暖化是逐渐的，所以大家都忽略这个的严重，忽略人家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我造成的。你看啊，我打断，因为我们这个起头是为了讲核能，难道核能就没有气候暖化的问题吗？这个当然有 ，OK， 当然有。但是呢，就是说
它神产生出来的话是非，如果说以这个发烧油是 比较少 okay, 少很多了哈。好，我们现在 cover 的油，天然气呢？天然气基本上来讲的话，它是比较少。可是呢，当你跟氧结合了以后 ，LOX 和 SOX 的话还是会有，但是这个是比较少，这个是比较少。所以 among 这三个来讲，天然气算是污染比较少，比较少，而且比较容易，比较方便，比较便宜，比较便宜。那出来，可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讲的是美国。那我们今天换个环境的话，我们如果说讲它是台湾的话，台湾因为我不知道它进口的成本有多少，所以现在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评论说合不合适。台湾基本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三样东西您刚刚提到的大概也只有有煤矿，而现在以台湾的物价或者人力，它挖煤矿的成本也划不来，所以他可能 Rader 进口也好过自己挖。基本上台湾是一个岛国啦，它天然资源不多，是，这是我的了解，是没有错。Okay, 那再来我们回到核能 ，OK， 好，因为三样主要的都讲过，风力不用讲，我不觉得那是主流，也不够，是太阳能也还没有发展到，那照一下可以用点五天，那也没到那个地步，是，所以都不要讲，是，那这三样 versus 核能。那现在呢，就是说以台湾现在目前的这种情况来讲哈，我们上个礼拜的话有20万在游行哈，大家这个有关不管是永和还是反和的话，现在看起来好像变成一个政治的话题，好像每个人的话都在谈，哎，我要不要永，我需不需要哈反，要不要反？那现在呢，就因为我们节目都要来聊一下，不聊都不聊都不好意思。不，这是啊，是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站在一个非常中立的立场的话，我们开始，我们就说，我们能源有哪些，我们怎么去选项？那现在我们谈到前面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试试看核能，我们究竟可不可以去做，应不应该去做啊？那我个人听到现在基本上就四种：煤炭、天然气、原油发电，另外 versus 核能。讲真的，四种没一个好的。现在好像也只是说在不好当中选哪一个比较没那么不好，是有点是这个感觉，己亥相权取其轻的一个决定在做。没有错，没有错。好，那现在的话，我想在我们谈核能之前的话，我们先讲一下哈，就是说，除了我刚刚所提的发烧油是85到88了哈，那剩下的话，还有什么东西啊？是不是15啊？剩下差不多15左右的话，那应该也很 minor 啦。对，那现在呢，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讲的话叫做 non renewable， energy。OK， 剩下的话就变成一些 renewable 了。等一下，你刚刚讲85那里面难道没有包括核能吗？没有，什么都没有包括。那核能根本不在这个统计数据里吗？不在这个数据。核能为什么不在这个统计数据里呢？因为核能的话，它今天算是一个 renewable， 它的又。那它算在 15% 里面吗？ 15% 里面。那你这么说，美国用核能的这个比例大概约莫 15% 哦？很少。Okay. 还有其他的。哇，这个是蛮，我以为美国是用蛮多的，因为它出口核电厂、通用电气、GE 这个整个反应炉出口嘛，对不对？是是是。OK， 时间很快要过去，我怀疑我们讲不讲得完，马上进一段工商资讯，马上回来。好。忠诚地产服务湾区十多年 ，William Chen Joyce Guo 有最好的地产及贷款服务，最具买房卖屋的丰富经验，最了解湾区的市场需求。William Chen Joyce Guo 以忠诚的服务态度，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您争取到最好的价钱，让您买房卖屋都安心，为您免费提供房屋估价及市场分析。详情请致电408-409-5688 408-409-5688。欢迎有兴趣的人士加入我们的优秀团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重要大家都知道，学习的过程其实是更重要的。我是 Jennifer， 在美国长大的一个中国小孩子，就像你们的小孩子一模一样，在中西文化及传统和新潮中摸索成长，所以更知道怎么发挥优势，创造未来。 Genius Academy will help make your children more well-rounded while giving parents a complet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让我们和你的小孩子一起成长 and help them to reach success.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讨论这个核能发电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根据美国的能源部的统计，美国的发电的来源大概有80到85%是来自于原油，
天然气 and 煤矿。那包括美国呢，大概有20%到15%是用再生的能源，会核能是属于再生的，因为它可以 reusable， 是不是？那是不是像太阳能也算是再生的？没有错，风力也是再生的。OK， 好，那现在的话，我们除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叫做 long renewable， 好，那现在的话，我们提一个名词，那这个大家可能很熟的名词，可是对这个名词的话，好像不是很了解哈。那第一个名词的话叫做 renewable， 再生，再生。那再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能源的话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Okay. 我用了以后还会有，但不会枯竭的。Okay. 那比较专业技术一个名词的话叫做 sustainable。OK， 好，这个是持续的，持续的能源，就是你用下去的话，对这个资源的话不会少。那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fossil oil的话。因为它越用越少，天然气越用越少，没有错，原油越用越少。它产生出来的话，大概要几千年、几万年。是啊，你用了以后，至少在我们有生之年的话，看不到它的衰竭出来的。OK， 好，好，太阳也不会 overnight 就消失不见，不会，不会。那所以呢，就是说 renewable energy 的话有好几种了哈。好，那我们讲比较简单的话，就是那种 hydro， 好，水力发电是好。那水力发电的话，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三峡大坝，哎，对，非常破坏生态。好，然后我们这边的胡佛水坝，也是也破坏。可是呢，就是说，大家知道，就是说，能源这个东西的话，是看你要怎么去用哈。你这样讲起来，我们讨论的所有一个话题，其实只要是能源，好像都没有一个对环境友善的。没有啦，没有。现在的话，太阳能的话是最友善的。可是它的 efficiency rate 不好啊，但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说我 let's say 我家里装点屋顶，不要讲我家里够不够用，我可不可以车子插了电也够用，我所有的能源都靠它，还是没办法嘛。就是说你今天的话，两权相害取其轻嘛，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我们要从烂桃子里面选一个比较好一点。 OK， 我了解你的意思。好，那所以那很多人的话就是说，我现在有很多 source 来发电，那发电以后，很多人他是怎么用呢？就是说，在晚上电用比较少的时候呢，电比较便宜的时候，他把这个水，从低的我抽到高的 ，OK。那白天用电不够的时候，我水从高的再放下来发电，呵呵，这是一种发电的方式了哈。我就跟各位做一个比喻了哈 ，OK。那你现在的话，除了水以外，核能算是 renewable。是啊，然后太阳能、风力发电，太阳能、风力我可以了解，可是核能的这个污染，最少它 contain 的那一块，就算不发生福岛，可是那一块就变成不毛之地，否则很久不能用，是，对不对？就任何不管任何一个能源呢，哈，那都有它利和弊，对。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谈这个能源，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的话，是一个选项。好，那我希望就是说，借着这个电视这种节目的话，带给各位观众一些知识，对这个能源的我们去选择有好有坏。我们先回归到正本清源，是它绝对不是 perfect， 它也绝对不是不 perfect， 是我们只是把它回到原点，让大家稍微在能源上面有多一点认知，就对，多一点选项，多一些认知， okay. 然后你就比较有这种知识的话去了解。那这些不管是游行的人，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他们讲什么话的话，对你来讲，你有没有共鸣？你认不认同？其实我自己倒是对台湾是从媒体上了解的。那因为我做美国财经嘛，是。首先，我早就知道美国的天然气的蕴含量几乎是全世界最大。它的天然气，你去看全世界所有的原物料都在涨，是天然气不涨，因为它的 demand 跟 supply 是不平衡的，意思就是 supply 很多啦， demand 用不到，所以它价格一直很低。天然气 natural gas。另外一个最新的新闻就是说，美国是这个油页岩泥沙。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可以用以前不行做到的，现在做到，可以把油从这个泥沙或者油页岩里面用一种方法把它萃取出来，而且很成本很低，所以基本上美国到2020年，或现在已经2013了，还有7年，美国的能源将会independent， 意思就是说不需要进口，它的原油都够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讲一句坦白话。
我不觉得美国的这个再生能源，就是所谓的 clean energy 的发展，光这件事会受到阻扰，因为经济导向，我反正油就是这么多嘛，你叫我省什么省啊？我干嘛去没事搞个太阳能？这个转换率不好，这有点像最近那个委内瑞拉那个查韦斯死掉，我看到新闻才说他们国家一 gallon 的汽油是 five cent 还是 four cent， 因为他根本就产油嘛。他就让民众用大概四cent的油，我们是四块钱，他们是四cent。所以我在想，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怎么讲？美国它作用，它的屁股就坐在一个这个很大的天然气的田，好，油页岩也是它屁股坐在上面的，它要采就采，它不采就不采。可是以台湾来讲，好像就没有这个优势。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看到美国跟台湾两个政府哈，那我就有蛮大一个感慨了哈。是，那不管你能源用哪一种，你政府的话必须要有这种义务，要把这些所有的技术资料哈，利和弊，任何一种的话要摊开了给大家。那很难，因为以台湾的政治环境啊，政府摊开你都可以去 question 他。他的资料的某个角度看是有问题的。举例来讲，他说我们如果不发电的话，我们的电价会升高。我觉得它一定会升高的。可是现在会被 question 的地方是说，那到底是这个因为 purely 没有核能发电，所以电升高，还是对不起啊，还是台电的人这个管理效率不好，或者人谋不臧，导致台湾的发电成本升高，对不对？是，这就变成是政治口水在里面了。是你 no matter 政府怎么讲，我都可以 ，you know， 你年终奖金太多了，其实无所谓哈，对不对？至少就是说你把这个资料丢出来，那我相信的话，只要有资料出来，就会有人去修正。对，修正到最后的话，一定是走入比较理性的一方。你如果说完全不提出来的话，那大家在那边打口水战，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是假的话，这个造成很大一个伤害。所以其实核能这个话题，我倒觉得蛮庆幸的，就是说最少台湾现在这个环境是大家我可以上街抗议，对，我可以讲政府不好啊，政府也必须要面对这个，把话题丢出来是说是公投，对不对？ 是。不过当然有很多我还没有，假设我是这个反对方，你是这个正方，我还有很多要 challenge 你。公投法的这个门槛太高，因为它要推翻现有制度，它本来就是像罢免也是，是选举的罢免的门槛也很高，是要大多数是超过 50% 以上反对才会成立。是，现在公投好像也是有这个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不要核能？那它的 consequence 是什么？是电价是不是上涨？或者我们用煤炭发电是不是空气污染？我们不要核能的污染，我们 OK with 煤炭的污染吗？其实这个没有答案嘛，都是污染。我讲真的，两个我都不想要。所以现在这样子哈，我们就说，我们下一集的话，我们再谈谈，就是说我们刚才有那么多人员选项，我们谈一谈这个核能的话，我们应不应该去选？可不可以选它的优跟劣？对，好，同样的，谢谢你们今天来这个听这么我觉得是蛮严肃的话题哦。510-900-9066，那是我们的电话，我们的 email 是 money@tvhsusa.com， 有问题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写 email 打电话给我们都欢迎。谢谢您今天晚上的收看，谢谢，晚安。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 TVHS 1.9 台。